好，感謝主。咁我哋講，因為時間關係啊，咁我都會講快少少嘅，真係唔好意思，係啊，因為要將廿幾年服侍嘅嘢要講出嚟咧，十分鐘咧真係好困難，搞盡腦汁。好啦，講啦，咁我三個階段裏面嘅服侍，由大學開始，其實已經其實未畢業咧都已經係服侍職青嘅啦，即係嗰個階段。喺嗰個階段裏面，其實係同另一個弟兄一起帶職青小組啦。嚇，喺嗰個階段，我會稱為一個摸索，去到去點樣去帶領小組，同時間亦都不斷自己去嘗試唔同嘅崗位去到服侍嚇，咁嚟敬拜啊，敬拜嘅唔同嘅崗位啊，招待啊，乜都試勻噶啦嚇。咁例如都經歷下，例如大組帶到剩低五個人。咁啊，當然我啦，另一個弟兄啦，就係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啦，都好開心嘅呢啲事，係啦。咁第二個階段咧，係啊，就去到結婚之後同太太一齊咧，去到真係開始有牧養同埋帶領啦。之前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叫佢哋做嘢啦嚇，或者帶領啦嚇，但係個牧養係冇一個為父嘅心。去到呢個階段就真係開始培養一個為父嘅心，去建立佢嘅職稱，並且咧真係學習咧成為咧屬靈嘅父母。實在嗰個時間投入咗好多嘅時間去關懷啦、陪伴啦、同佢哋一齊行啦。喺呢兩個階段，其實對於我嚟講，當中當然有好多起起伏伏嚇，但係都唔係咁容易，即係唔係。都唔困難去到跨過，亦都喺呢兩個階段裏面，從來冇諗過放棄，只要諗住點樣做得更加多、更加大嘅啫嚇。咁跟住氣慾咧就去到第三個階段啦嚇。咁第三個階段嘅裏面，其實當第二個兒子出世嘅時候啊，服侍嘅路途咧，真係開始好大好大嘅挑戰嚇，因為兩個兒子都需要花好多嘅時間。同埋精力去到去湊，咁於是喺家庭嘅當中，咁冇辦法啦嚇，你一定要幫助太太一齊同佢照顧好小朋友，咁亦都自己嘅服侍好無可奈何地，去到去作一個好大嘅調整嚇，原本帶緊嘅小組都要重新嘅執位。當我琴晚去寫嘅時候，原來我都嗰陣時要分組嘅時候，原來好即係。我而家先諗起，原來係真係好唔捨得。點解？因為你花咗好多嘅精，即係你花咗好多嘅時間，你即係拋個心出嚟去關心佢哋，你即係花時間去同佢哋一齊去行嚇。咁即係原來自己係好唔捨得佢哋，但係佢感恩神都帶領我繼續行以下前面嘅路。除咗家庭，其實另一個就係工作。喺過去呢七年，即係我兒子細兒子而家第七歲到啦，有兩份嘅工作，一份嘅工作我。經常性要去出差嘅，即係成日要離開香港嚇。有一段嘅時間咧，根本做嘢咧係連到翻到屋企都要繼續做嘅。唔知道大家做工作嘅，即係做嘢投入到個程度，你個腦嗰個毛咧，即係或者你嗰個嘅狀態咧係轉唔到嘅。轉唔到嘅意思就係你翻唔到屋企，你個腦咧仲諗緊你做嘢嘅嘢嚇，即係因為你好無可奈何地去到去要因為要好多嘢要去跟嚇，要去做。總之係工作上成為咗好大嘅一個嘅成為自己點講咧？拉扯咗自己好多嘅時間。家庭工作既然佔咗大部分嘅時間，咁服侍咧越嚟越少咯。自己咧咁係喺教會嘅服侍慢慢抽離咯，慢慢抽離嚇。抽離嘅時候，其實喺個過程裡面詳細我唔講嗬。就會開始遇到什麼呢？孤單，是很孤單的一條路。孤單的意思不是說就是、是你心那種的感覺、有寂寞啦、沮喪啦，可能很多時候為了就是為什麼、好像沒有人理的，可能也都進入一個自憐的狀態的裡面、但不代表事實、個感覺OK 嚇，我點樣形容咧？就係喺呢個階段嘅裏面，我好似進入一個個幽谷嘅裏面，其實相當難熬嘅。即係個問題就係個心仍然好想服侍，但係家庭工作放唔到啊。係啊，即係好多人都會去講，你憑信心啦，你憑信心啦。
即有時都想答，我都明白，我梗係知啦。但神都有佢嘅恩典嚇，喺呢個過程裡面，其實真係有諗過，好想去放棄，係好想去放棄，放棄到一個乜嘢階段呢？其實好想擺低曬啲服侍嚇，去到另一個地步就係甚至想離開教會。咁喺呢个过程里面，但神又好奇妙。我想放弃，但神竟然唔放弃我。我之前如果有大家有记得搭紧巴士嘅时候，有时圣灵突然间又嚟啦，跟住眼泪又嚟啦。圣灵好话好温柔嘅说话，去安慰自己，去慰问自己。啊，有一次仲尴尬，翻紧工嘅时候坐喺张，其实开始做嘢嘅时候，突然之间圣灵。跟我讲说话，哇！眼泪即刻流，即刻要收，要收，要收，要做嘢，因为即系因为好公开噶嘛。其实好感恩，就系因为喺呢个过程嘅里面，神咧从来冇放弃过自己。啊，咁亦都喺过去呢七年嘅当中，我自己再回想再去谂翻嘅时候，喺呢个过程嘅里面，我谂圣灵都好奇妙，带领住我做一啲咧。好似将我生命咧重新嘅再将我好深层次一啲嘅罪、深层次一啲嘅伤害、深层次呢啲好多时唔为意嘅难阻紧自己去追认识神，即系特别咧系肉身爸爸，甚至系自己嗰个价值观，原来系影响紧自己去寻求神呢啲咧，去到改变我。咁点样去改变咧？过去呢七年，就好感恩有两年嘅时间，其实好多时我就系、是。朝早啦，或者有时放工啦，会听 Rick Warren 牧师嘅一啲嘅讲道。咁接近有两年嘅时间，好经常性，因为带个送个仔翻学嘅时候，跟住就即系差唔多系 weekday 嘅时候都会去听。咁而至可以喺个过程里面，好多嘢去建立紧嗰、那个那个圣经话语嘅根基。另外喺2018年至2020年之间，原来都圣灵好大嘅一个带领，就系、是、带领自己好几次。21日甚至是40日的禁食祈祷，但主要是一餐的，或者是禁、啊、在这个过程里面让自己更加去到惹回神，让神更加 让我看到我自己生命里面原来神对我的呼召是什么、啊、另外在19年的开始也看了好几本神也带领，不知道为什么找到那几本的属灵的书籍，看完这几本属灵书籍之后呢，生命真是惭愧，回想起咧，再望一望自己嘅生命嘅根基、属灵嘅根基咧，即系如沙石嗰种，即系好喺神面前，即系大大嘅悔改。原来自己属灵嘅根基系如此嘅弱，原来好多问题嘅产生，成日喺度谂咧吓边个边个。而家再睇翻，归根究底就系自己。里面的罪，好多嘢，我谂呢个系神好大嘅带领。另外，圣灵都带领住我，就系喺过去呢四年里面，都几乎每日坚持咧去到睇圣经，吓，因为有啲 apps 咧咪 check 住嘅，吓，咁我感恩系让我可以喺呢啲嘅睇到自己喺呢个过程里面，有时系睇嘅，真系。因为真的没那么多的时间，或者是没那么多的那个心机，但是就在这个原来你不断不断不断地去做事的时候，圣经的话语只在自己里面成为自己一个的好帮助。是的，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这四样东西其实也都是成为我可以由一个很低谷的、那个阶段重新起回来。即系大小组，其实我真系有，特别系疫情嘅时间，我已经好想放弃噶啦。但系神亦好感恩，去再带翻啲弟兄姊妹嘅时候，又出现翻。上一次咧，仲有20多个，有啲咧好多，即系又翻嚟。我觉得即系一切荣耀咧，系要归翻俾我哋嘅主。啊，即系唔系我做咗啲乜嘢，即系事实完全唔系阿东。虽然带咗20多年嘅小组，但系完全跟我嘅。所学的完全没有关系，一切是神，他们都是回应神的，我想完全相信。在这里也都有几对的夫妇，多谢他们陪我一起来到去行，好像呢，即是呢，无论是怎样都不离开这样。
吓。咁一即总之开早咧就系佢又嚟噶啦。呢啲吓呢几对夫妇真系特别去感恩 ，Kenny Sally 啦 ，Water Fiona 啦 ，Wilson Ivy 啦 ，Alex 啦，同埋 Sandy 啦，啊，佢哋真系好好多谢佢哋一直嘅喺身边嘅，亦都喺度陪伴，以致自己可以继续攞即系可以继续去行呢个服侍嘅路。咁你问我呢刻仲去唔去服侍？仲会唔会谂住离开教会？啊，呢个冇，其实我已经坚定咗，既然留得低就继续啦。因为我从来冇听过一个声音，我熟悉嗰个声音叫我去离开，嗰系我嘅感觉。OK， 系我自己晦气嘅说话。你问我服侍服唔服侍？唔系我要服侍，因为系神。因为他很爱我，我回应回他，因为我很愿意行这即是叫 follow Jesus， 跟随耶稣，我都很想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一个渔夫，荣耀归给我们的主，多谢耶稣。最后一节圣经，不好意思，讲完加拉太书，亦都是送给很多弟兄姊妹，你可能在过程里面还在寻求紧，或者还在犹豫紧的时候，加拉太书六章九节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又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神按他的话语来到成就，荣耀归给我们的耶稣。阿门。